强调一次，我们这学期新转来的小明同学，希望大家多多关心他，照顾他。轩轩到，老师，小明都坐在你旁边，希望你可以多多帮助他，让他更快地融入我们的大家庭。是的，老师。下课，起立。同学们再见。老师再见。是王者荣耀了，我好喜欢李白的，好想买他的皮肤。李白的皮肤我早就有了，告诉你吧，我可是王者荣耀的贵族妻呢。贵妻呀，人命比玩家，你那么有钱，我怎么没看得出来呢？既然你那么有钱，送我个皮肤呗。这么贵的皮肤，哪能说送就送呀？真是求求你了，我可是你。那让我想想办法吧，不过这件事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哟。好的好的，来，我们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，变了就是大笨猪。哎呀，要上课了，我得先去上个厕所，我要去喝点水。最近运动
诉你妈，还有老师。哎，爹，爹，爹呀！我告诉我妈，我妈会骂死我的，老师也会批评我的。哎，我现在够雪上加霜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这个月把早餐钱都省下来，希望尽快能给他们吧。你这什么时候吃个头啊？那么多人，至少得有几百块钱呢。啊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难受死了。同学们，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老师都已经知道了。让老师很欣慰的是，洋洋、小明，你们真的长大了，你们学会了同理心，学会了承认错误，改正错误。同学们，我们只有在不断的犯错中，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。我也相信，这一次的事情会在我们人生中留下深刻的记忆。老师也希望同学们可以吸取教训，更加希望大家可以。